陆耿祥，你帮我吹一吹。没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金大林。江湖又买那么多东西，这么多你买了什么？过几天就不能出门了，先存点货。至于哪里？关你什么事？菜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原来不想今天吃，看着就饿，反正只有我自己吃，要不就今天吃吧。What？ 等一下，你要吃火锅是吧？那没有我的。怎么会？我们一块吃。哦，吓一跳。来开始准备吧。俺饿，俺也饿。我的酱料。我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你的，有味道啊，不是给你准备的，没有味道的。爱吃你非常喜欢的毛肚。哇，毛肚！哇哦，哇哦，全是鹅的，全是鹅的，还有肉。哇哦，哇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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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两个，这是你的。我圈你善良。怎么会是我的酱料呢？这是我的吗？你的。我为了我的酱料呢。你自己怎么这么过分？你要减肥？你的酱料一起吃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吃！啊，我累好了，哇！你不能吃我的。嗯，好吃，这蛋也好好吃。下午没事吗？所以一个人吃太烫太辣是吧？太臭了，那还是我们一块吃的吧。这个毛肚我忘了哟，那我要买毛肚。只能是一个啊？一个，你小子。那老公做的很好办法呀，我吃一小子的机会每顿怎么样？嗯，我现在能开始减肥，吃一口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火锅底料真绝绝子啊，从来没有买过这样的，非常浓郁，非常丰富呀。放点豆皮，自己照顾好自己啊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大哥，你不能，这个能吃吗？香菜呢？没有香菜了，现在买香菜太难了。没有了。对，我吃火锅的时候没有香菜，我怎么过呀？太烫了。好吃。终于没有人给我抢吃的了。所以你进来以后就不买。蘑菇两个，还有毛肚一个，还怎么样？蘑菇两个，还有一片毛肚。说到做到。好嘞，好嘞。那个，都是一块的，对啊，都是一片的。那怎么只能我在这儿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有，这一片是你的。这可以吗？稍微一等。哦，老公好想快了。哎，一等一等。毛肚呀。不吃，我也有自尊心，这是毛肚行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吃吧，我的毛肚也好了。赞。果然是毛肚。好了，我先吃个这个。大哥，毛肚比我的想象中小，所以呢，所以你只能吃一个。一个也是好吃。你真的过分！你只一个人吃，你开心吗？你不心痛吗？这不是给你了，蔬菜。真的没法沟通。蔬菜也不想吃了。不会。最后的肉啊。我帮你，让你到看来没有为止。陆耿祥，你帮我吹一吹。没了。算。开心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你这，我吃不下。哇，这是菜，很快就饱。谢谢大家，请天天看爱吃的视频，拜拜，拜拜。